外小将呢是到现场来观战，所以比赛是很精彩了。所以啊，这一球出棒挤压到打成了一个内野的一个高射炮，只有高度没有远度，遭到一点球队还是输球，不过也带出了球队的士气，很明显的出棒呢想要用力，打到球的下缘，不过这个内角球也是有一点挤破到布雷的一个出棒的瞬间。 内角球投的相当的好，接球，现在是两出局一再垒。潘武雄呢，在过去总冠军赛系列呢，有发动过多次的盗垒成功，而差点的就是他，由五分打点跟高志刚两人是并列，并列球队最多。另外这边低的坏球目前在球速方面的高国庆呢，则是连续两场比赛有安打有打点，有机会出去跟小林搭配的捕手是陈瑞昌，脸上有潘武雄。 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深远的飞球，打得相当的深远，两分打点，两好球一坏球。这球出棒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高弹跳，三垒手接球之后，对角线长传一垒，打进了高国庆给刺伤，接上的杨森。那除了负一个好球没坏球。 这一棒打成了分内后方的界外，那讲到杨森，等等打破了等等，良好球没坏球，天外侧的坏球目前在球速方面的形成良好与坏，给了机会还蛮多的，一垒有跑者，这个球压进来，杨森没有出棒，第八棒的高志高，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，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一垒手追了过去，上来打第一个球但没打好。 上空的界外飞，第四站在新庄的时候呢，当时是最明显的，有两个球打的几乎是平飞了，但是都被对方给接到。二局下半，小林对庄景鹤非常重要的投打对决。一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内角，萧敬的好球带打者。内角的一个压迫啊，这个内角球配得非常的精彩，而且目前这个位置，小林亮光也投得算很准。 有也有声卡球的味道，有点拐进来。打者在内角也会有一些压迫，良好一坏。这一棒结果回报落空，三棒被捕，这球棒的站位呢给接杀。比赛目前来到是三局的后半，打交轮倒是第五次内野安打。这球是一个好球，那小第一个球是一个曲球，第二球呢则是一个直球，都通过了好球带。询问一下三垒审，那三垒审裁定是并没有出棒过半。 用一个高球来吊啊，这球看看啊，哦，是有机会了。坦白讲呢，是有。现球速方面的变成良好一坏。有、哎、一个内角，陈天宏呢则是获得保送。这一棒双扎打的、那个、拉回来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内角球，哇，今天小林将会是好球。 我今天这个内角这个位置是压得蛮准，右棒的杨森，一个球是一个好球。这一棒打成了在一垒方向，出局二垒上有跑者。第七站，目前球速呢是良好一坏，变化球结果把打击的杨森给三振。 这一次的三振呢，是有用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变化球，配得很成功啊，连陈瑞昌都很振奋，速度变得突然变得很慢。两出局，二垒有跑者，一个球是外角，他是温出局跑者在二垒，现在两出局他还在二垒。 这个多少都有一些差别，对他的帮助。这个球外角球投的用，投的很好啊，看啊，这个外角球没有话讲，边边角角的位置。良好一坏，两出局，脸上有跑者，这个球几乎是相同位置打击的杨芳没有出棒，遭到了三振，连总小林呢在前面四局的三振投的相当多。 那个球是一个好球，还是比艾瓦多少一点？这球出棒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界外球，方面的是良好球面坏球。
这一包捞起来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，两个手都过去，最后是让给右外手来接。有两场胜投飞掉，那对同一支队例行赛的时候没有拿过胜投，吞下了四连败。那总决赛毕竟陈伟昌的主杀能力是不如郭一峰。那林夕来看看两个球之后呢有没有跑的空间。投手也回身先到垒战术，有点这个一接知道还林夕是那个感觉。没走，这一棒打成了左外。其实只要他穿得准的话，不是这么好到。这球压内角，结果主审判定是三振，打者他好，我不认为，因为三连霸这主力捕手是陈瑞昌，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换捕手换对了。高雄今天前面两次上来打了两个内野滚地，一个球是一个偏高的。垒上跑者要走了，捕手接球之后要传二垒，结果传偏了。一垒上跑者呢？小林亮宽腹背受敌。另外侧偏。三垒角，今天这个球打者。先来看一下位置哦。那以陈瑞昌在前面四局的配球来看的话，也有可能同样的球路再来一个。对，攻内角扣的蛮好的啊。只有两坏球。哎呦，提前落地。但捕手有把球给。目前二垒上有跑者。这一球结果回棒落空，擦棒被捕的第六战，双方在前面五局打完之后形成的投手战，零比零平手。有效的压制之下呢，仍旧是维持零比零的平手。这个半局登场的守卫打，没有好球，一坏球。这一棒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，则是拉回来三垒方向的反弹。捕手又悄悄蹲进去了，再转一个。而且很有耐心，也投出了有七次的三振。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高射炮。游击的上空游击手后队把这个飞球给进了高国庆，布雷打成了一个冲天炮遭到接杀之后，现在是一出局，轮到是高国庆，一个球是一个外角，好球进雷，来了一个变化球打，好球进的变成了两好两坏。大曲球哈，三十公里的一个速差，他今天的直球差不多在145左右，也造成打者出棒的一个瞬间不容易掌握。这一棒出棒扛到了在右半边，还是够高不够远，一垒手。